很疼吧？嗯，可是从小我父亲就对我说过，就算让人打掉门牙，也要往肚子里咽，不要让人家看到。哎，你爹他怎么这么教你啊？我爹他不是这么教我的，我爹教我，如果别人打我呢，马上掉头就跑，立刻叫一堆人回来帮忙打回去。 这好像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分别了。不过城里人呢不是每个都那么坏。那个尤思雅，她是脾气不好，有点霸道，但是呢，她很乐于助人的。不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喝了洋墨水回来以后呢，这脾气就变得更古怪了。什么古怪啊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喂，但是啊，你们不觉得你刚刚对她也很过分吗？我们。 也不是有意的，我们都是粗人，只是想知道阿金哥是否安全，而且万丽也说过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钱还给阿金哥的。哼，双儿，算了，不要刺激他们了，待会儿他们又拿刀证明给你看了。好了好了，相请不如偶遇，就这样吧。你们肚子一定饿了，我请你们吃羊肉。好啊好啊，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呢。 那好啊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吧。来来来来，多吃一点，别客气啊，多吃一点。来，谢谢阿爷，多吃啊。来，慢慢来，别烫着啊。谢谢啊。来，多吃点肉。嗯，谢谢啊。哇，你家那么多菜给双儿姑娘，你看她的碗都快装不下了。多吃点，又不是嫁给你的，用不着你担心。就是因为不是嫁给我才浪费啊。 双儿姑娘个子那么小，她哪吃得了那么多呀？是啊，丁大哥，你看你家那么多菜给我，我真的是吃不下了，你自己吃啊。好，对啊，她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干嘛对她那么好？哎，我们这里六个人，就没见你夹菜给我们吃。石豚，哎，我夹给你好了。好好好，怎么样？ 哎，我真不知道你们五个兄弟是怎么相处的。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就叽叽喳喳的，怎么相处啊？真是的！嘿，哎呀，阿金哥，你看他们吵来吵去的，但不一会儿又抱在一起睡觉了。什么？你们五个大男人抱在一起睡觉？<笑>哎，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地方住啊？没地方住啊！啊，我看这样吧。 今天晚上暂时住在恒丰钱庄，反正呢，我的洋行已经被查封了，我也得住在钱庄啊。小田，没问题吧？啊？当然没问题，反正我客房这么多，欢迎你们。<笑>小田，甜甜的，你的名字真好听，你爹真厉害。其实啊，我的名字叫龙成刚，又硬又霸道，是我爹帮我取的。我娘怕我长大以后名字太男人味，所以就叫我小田。哎。 你们阿金哥呢，又爱民又爱金，所以他的名字啊很铜臭味道。<笑><笑>我不觉得阿金哥的名字有铜臭味啊，阿金哥他是我进京以来碰到的唯一大好人。嗯嗯，他刚认识我们就借我们那么多钱，而且阿金他会借钱给我们，也是怕我们会伤害你，这一点你太不了解他了。万丽啊。 哎，万丽啊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铜臭啊？你拿个铜板出来闻一闻就知道了。哇，真的很臭啊！哎呀，爹，明天一大早。 我就找通事会的人谈一谈，关于那批货的拍卖会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呀。哦，对了，你叫过来的那两个狱卒啊，我已经把他们斩掉了。啊，斩了？对呀，他们得罪了你，你又罚他们站了3个时辰，这么严重，你又派他们来找我，不是要我把他们给斩掉吗？爹呀！ 我是跟他们开玩笑的。你看，他们怎么真的跑来找你，还被你斩掉了？爹，你明天马上派人去他们家道歉，每人每家1000两银子，安抚安抚啊！你从小就没了娘，
我又不懂得教孩子，所以把你宠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人家怕你更怕我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人家开这样的玩笑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成了间接杀手，我竟然杀了两个人。哎呀，这不能怪你啊，无知者无罪嘛，都是爹爹不好啊，用心太重了啊。小田，怎么不睡啊？一个人在这儿，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，可能是最近看账看得太多了，反而睡不着。放轻松一点，一切循序渐进就没问题了。自从爹死了之后，全庄那么多事情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喘不过气来。最近我翻看全庄过去所有的账目记录，我发现有些账目一塌糊涂，我去请教豪哥，他又推来推去的，他也答不上来。我总觉得有点……小田，狐狸尾巴呢，迟早会露出来的，只是时候未到，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就像古人说过的，什么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？啊，我觉得呢，你先别担心那么多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你爹这个钱庄啊，你才刚刚接手没多久，很多事情你弄不清楚。不过没关系的，你只要注意两件事情，货还有人。你现在先忍耐一下，等事情慢慢的都会掌握在你手上，再去查清楚。其实，我想豪哥他未必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，钱庄一直都是爹在打理的，他不可能一手遮天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凡事小心一点好啊。今天听万丽讲，他们家乡是在黑龙江，那儿的生活自由自在。黑龙江，哎，那儿的江水是不是黑色的？不是，我听别人说啊，可能是那里的雪比较白，而河床的泥土呢又很肥沃，所以衬托泥土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。远远的看去呢，好像黑色的，所以叫黑龙江。那里啊，最有名的是银杉树，很多人都是靠采伐银杉树为生。那里的空气一定很好，你看万丽他们都比我们结实啊。是啊，有的时候看他们呢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我能像他们那样生活，简单朴实，那该有多好。不像我们一大早就要戴着虚伪的面具，见人都要嘻嘻哈哈。哎，还有啊，他们那儿啊是半年洗一次澡啊，像我就不行了，我三天不洗澡就会觉得全身不自在。啊，好想去看看。好啊，我陪你去啊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。我也是说说而已，很晚了，你回房间吧。来来来，哎，客官里边请啊！哟，大爷你好久没来了，哎，大爷里边请啊，姑娘标致着呢。哎，大爷，哎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哎，哎，这位大爷，这位大姐，哎，大爷里边请啊，里边请。哎，大爷里边请。石大哥，石大哥你来了，为什么不进去坐坐啊？哎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只是没事做出来走走而已。嗯，你不是来找我的也没关系啊，既然来了就进去坐坐嘛，走嘛，走嘛，走啊，走嘛。哎呀！啊！哎哎，大爷里边请。啊，石大哥，石大哥。
你是不是嫌弃我是青楼女子啊？哎，绝对不是啊，这是为了生活一定要工作，什么工作不重要，不杀人放火就行了。我从小就……好，你不用说了，每个人的背后啊，都会有一段故事的。啊，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呢？嗯，不想，我跟你以后发生的事比较重要，过去呢就由它过去，而且你应该把它忘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和我做朋友，你不会嫌弃我？你干嘛那么夸张啊？你没有朋友啊？奇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哎呀，小佩啊，小佩，我又来找你了。喂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啊，你找谁啊？大爷，我找小佩，你管得着吗？让你找。那边的老板很不高兴，希望你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找回那批军火。如果要等到下月中的第二批，太迟了，到时候你知道什么后果吧。可以，我需要15天的时间。不行，最多7天。现在有线索了吗？我在怀疑，可能是那几个从黑龙江来的小伙子。这个消息是张春富告诉我的。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开口。我们是好伙伴嘛，当然希望能够长期合作，所以一切都看你的喽，到时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。嗯，当然了。哎呀，哎，昨天晚上你没有做噩梦梦到其他人呐？今天这么好的兴致来骑马呀？我只是为了洋行的事情来找你轻松一下，约你骑马，真是好人难做，还要被你挖苦。是吗？对不起了。你呀，不比我快，就是嘴巴不饶人。啊，我不觉得，我没用力骑而已，让你的，男追女也是正常的吗？这，哎，你有没有想办法解决洋行的问题啊？不必担心我，我想过两天洋行就会解封的。那恭喜你了。别说扫兴的事情了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再多跑一程好不好？这次不让你喽。好啊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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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老板，快点，五个包子。好好好。哎哎，我要吃包子，4个包子。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我不要吃油条嘛，我要吃包子。包子才好吃嘛，真是的。什么事啊？哎，有热闹看了，过去看看。走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借过，借过一下。嗯，吃你的足。有。啊，又输了。让我来吧。少爷，龙姑娘。生儿。少爷。我早上没什么事做，所以我……哎，让我帮你赢回来吧。嘿，我上士，讲。我下士，我出军，将军。我下士，哼，再将军。他好厉害啊！将军，上将，将军。好，好，我输了，馒头给你啊！跟你玩玩的嘛，走吧。给我。怎么会输了呢？这是法国人送的极品水晶哦，听说李大人喜欢这类东西呀，啊？啊。
确实是很美，是很珍贵的东西。可是尤太尉，我不敢收啊。哎，呵呵，礼尚往来嘛。上次令郎酒醉杀了人，李大人送我那套景泰蓝也很名贵啊。哦，对了，令郎怎么样啊？哦，已经送去英国了，明年春天就会回来，多谢关照啊。这水晶杯之事嘛，我会鼎力相助，咱们是老朋友嘛。啊，对，确实是很美啊。长发洋行，高金榜所犯罪行，现经过查证，纯属误会，经由李章大人颁报道歉书，发还高金榜清白。偷运军火的主谋人，正是为狱卒马雄与赵深，此二人已于昨天正法斩首示众。长发洋行及时解封，一切如常。好啊好啊，我说嘛，是啊，长发没事了。果然是一场雾，那就可以松口气了。可是我的那些胭脂香水还是被扣着了。那就看高金榜实力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还在这儿操心呢。尤大小姐，这是李叔叔的解封文件。你把他送到长发洋行去，快！是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啦！太好了，这批货呀，总算回来了。是啊。今天晚上可以安心吃饭了。嗯，那你会请我吗？会呀，这次啊全靠你帮忙，一定要请你，你是我的贵宾。阿金哥，恭喜你，今日开张大吉啊。对啊对啊，新人新事新作风啊。今日开张，做老板一定很高兴的。哎呀，新店开张太普通了，应该是生意兴隆，丁财两旺才对啊。不，你们说什么？什么新店开张啊？是双二姑娘说的，啊？哎呀，听错了，今天是洋行解封，洋行呢是因为军火的问题才被查封的，你明白吗？是吗？反正都一样的，都值得恭喜的嘛。对啊对啊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丁财两旺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反正都是吉祥的了，开心的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好。好了，现在洋行已经解封了，下一步就要解决军火的问题了。你说，这是广东大力钱庄发的保证书，要提3000两，它有保障吗？当然有保障了啊！这样的保证书啊，一般都是南北两方通商的唯一方法。还有呢？这位吴老板啊，是大商家，你爹在世的时候已经是我的熟客，信誉没问题的。他一点抵押品也没有，3000两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啊，放心啦，吴老板只是周转而已，有钱他一定会马上还的，而且利息也不少，也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不信你可以查查他的记录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说他是爹在世时的朋友，又是我们的熟客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吧好吧，你现在去吧。嗯，浩哥。哼，没在炸油条啊？嗯，挺风趣的嘛。小田，来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长发洋行解封了，我来找你庆贺一下。恭喜你啊，金榜。好啊，我正好也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那军火的事你办好了没有啊？哦，思雅那边已经疏通过了，没有问题的。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请你陪我去买点礼物，然后去找那个通事处李大人的师爷何广吃饭。
买礼物没有问题，可是为什么还要我去见何广呢？你有所不知啊，何广这个人啊，他很狡猾的，我想带个女孩子去呢会好一点，他就不敢那么嚣张了，谈事情呢也比较容易。哦，你想利用我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还不是你自己说的，开心一天过一天啊。反正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哎，好啊。啊，刚才你派人送来的东西啊，我收到了。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听说你办拍卖啊，把扣押的货品收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李大人他……哦，尤大人的千金已经弄妥这件事情了，你放心。你办拍卖会啊，你的目的啊，不单是为了那批洋货吧？你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那批军火。两方面都有。你敢弄军火，非法买卖。哎啊，你不要误会啊。那批军火不是用来做买卖的，是高老板为了他朋友才提出来，纯帮忙的。啊，对。那税方面呢？哦，你放心，我全部都以正当手续办理，包括关税、货单、银票、提货单，还有通事处的军火批文，我都希望用最合法的方法把它运出去。哎，管理那部分的衙门呢，我全都很熟悉。弄军火的批文啊，没问题的。这件事很急吗？是啊，最好尽快弄妥当。哦，最近呢，正好有批英国的火枪要进来，是给东北的这个镶黄旗的前旗营用的。哎，那批文呢，我可以帮你弄到手。那就先谢谢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我想请小姐吃顿便饭，可以赏光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没空。这位小姐呢，是李大人的好朋友，还是京城鼎鼎大名恒丰钱庄的老板呢？啊，哎呀，你早说嘛，我还以为啊她是你们洋行里的人呢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前两天呢，我从南方订了一批陶瓷啊，这个一直没有提货，这件事你可以帮忙吗？货并不多啊。没问题，货多少都没问题。待会儿呢，等我回到洋行，就汇钱到南方去，把那批货给提回来。哦，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件事情就等我的消息好了。哎，多谢啊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这个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你们慢用啊，告辞了。嗯啊，请便。好。哎，你贿赂他？哎，不是，我是先调动一点点钱给他用用吗？是不是你们做生意的人都这个样子？不是啊，你听我说嘛，有时候你遇到一些爱占便宜的人呢，我要跟他们周旋一下。哦，那你就利用我啊？不是利用你啊，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见了你就像老色鬼一样。哎，其实也多亏了有你在，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而他呢，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我要损失多少利益呀？哎，那你不是利用我吗？还说我是什么李大人的朋友？对不起嘛，因为我刚才根本压不住他，对不起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看在你为了帮那些跟你无关紧要的人还这么卖力，给你利用一下也无所谓了。哎，来了，客官，你们的菜来了。来，吃菜。啊，谢谢啊。来，多吃一点。谢谢。石大哥。啊，
小佩，石大哥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啊，这是我京城认识的好朋友，他叫王小佩。哟，这么快就在京城里认识新朋友了，而且还是个女的呢。不过你也不要光讲别人不讲自己啊。我怎么？你刚才不停地给双儿姑娘夹菜，都把她碗装满了。喂，双儿是我从小看大的，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样。她人虽然笨一点，不过心地非常的善良。你们两个再拿她开玩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对呀，你们进城来就应该要斯文一些，礼貌一些嘛，特别是女孩子，可不是给人捉弄的。像你这样粗粗鲁鲁的，谁也跟你们在一起。是，我们乡下人是粗粗鲁鲁的，我们也习惯了，所以也没有打算爱上京城里的人。不会呀，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粗鲁，我就是喜欢石大哥，个性率真爽直，一点都不会拐弯抹角的，而且我也不是在城里出生的。哎，小佩啊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人这么多，你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明天再来找我。哎，你先回去嘛，明天再来找我，这人太多了。石大哥，哎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咱们大家干杯，来，来，来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呢，其实是因为我的洋行解封了，我的货品呢也发还了，就全靠尤姑娘的帮忙。否则我还坐在牢里呢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带大家敬尤姑娘一杯啊！来来，干杯！高大哥，小田啊，这杯我敬你，全靠你的帮忙啊，那个何广才会这么爽快地答应我那批军火的批文呢。来，敬你。阿金哥，嗯，你真的可以拿到合法批文啊？放心，不过要多等几天。嗯。金宝，明天的拍卖会安排得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你放心吧，小田，明天呀有思雅帮忙，没问题的。龙姑娘，尤姑娘，我于万历真心的感谢两位的帮忙，在此我敬你们俩一杯。别客气，小事一桩。你刚刚不是说你们乡下人不爱跟我们城里人一起的吗？高大哥，我要回去和我爹讨论一下明天拍卖会的事情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一个人走不好吧？万丽，你送送他。不必了，我喜欢一个人走。你呀，对女孩子要温柔一点，千万不要针锋相对啊。为什么我要迁就她？而且我根本没有得罪她吗？哎呀，男人呢，天生就要让着女人，你不明白啊？啊？别跑！站住！他干嘛了？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这些官兵这么凶狠？我看是一般捣乱分子。最近有一伙叫天帮的人，他们到处捣乱。其实呢，朝廷已经注意他们很久了，所以现在见到他们一定格杀勿论呢。我想他们的影响力一定很大，朝廷才会这么紧张。其实如果人人可以丰衣足食，又没有外国人的侵略，人们生活安定，为什么要反抗呢？我刚刚才发现文才他对双儿有意思啊。少男少女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你赶快牵红线让他们成为一对嘛。文才的确是个好青年，不过我想双儿是不会喜欢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试过。也许双儿喜欢他，再说双儿都这么大了，也应该找个好人家啊。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啊。总之呢，我是看着双儿长大，我很清楚她的脾气，她不会随便嫁人的。嗯，哼。哦，对了，明天的拍卖会是京城的第一次，一定很热闹，你去不去？最近钱庄的账目里面，我发现有很多是用别的钱庄的信用来贷款的，这方面我又不懂。明天我想请教一下豪哥，教教我，那我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拍卖会我可能不能去了。也好，以后凡事事必躬亲，就不必再靠赵正豪了。嗯，哎，我打算要搞好所有的客户关系，我对我的钱庄发展抱着很大的希望。啊，真是充满雄心壮志啊。嗯，我爹留给我的是他多年的心血，我要好好保留它，发展它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昨天已经过去了，最重要的是把握住今天，还有将来。哎，运气很重要，你说对吗？是啊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努力，运气一定会在你身边的。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记住，有信心，我一定在旁边支持你。啊，我会叫我的客户都去恒丰钱庄开户的。我知道，做钱庄这种生意，关系是很重要的，信用也很重要。还有啊，要不怕吃亏。你知道这一点呀，已经成功一半了。不过知易行难，要慢慢的学。总之要记住，做钱庄呢，钱要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上，不要随便嫁手于人啊。嗯，金宝，其实我应该好好谢谢你的。啊，万丽跟双儿他们都走远了，我们快追上去吧。啊，好啊，走，快走。哎呀，来了来了啊！你也来了，挺热闹的。是这批，就是这批货。法国香水一箱，底价10两。哇，这么便宜！我出20两，我出50两，我出250两，我出500两。500两，还有没有比500两更高的？我数3声，1、2、3。好，500两，成交。这批香水就属于这位先生的了。哎，本人是长发洋行的高金榜啊。好棒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棒，少爷。英国胭脂一箱，底价15两。500两，洋皂一箱，底价5两，500两。哎，照旧，500两。好。有没有比500两还高的？成交。
今天所有的货品都拍卖完成了，全部都被长发洋行的高金宝先生所偷得。少爷，我们这次没事了。哎，现在我宣布拍卖结束，谢谢各位光临，谢谢。恭喜啊！李老板、张老板、黄老板，你们的货呢？过几天就有了，迟了几天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说，那价钱呢？哎，价钱嘛，当然是照旧了。哦，哎，对呀，不会变的，不会变的。那么这个拍卖会，哎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次我的洋行被人查封啊，其实很冤枉的。别人以为呢，我做的不是正当的生意，我高金宝最重信誉的，所以我用高价投得这些货品，然后再交还给你们，要大家知道，我高金宝赚钱亏本都用的是正当手段。嗯，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风头要紧嘛。虽然你用比市价贵两三倍的价钱把货投回来了，哎，可是全京城啊都知道你长发洋行的高金宝。对对对，厉害厉害啊！哎呀，我看呐。不过也就是亏了1000两左右，我也愿意花1000两在京城扬扬威马，是吧？1000两我也愿意。总之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生意还照做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讲到生意呢，我在南方订了一批陶瓷，有没有兴趣啊？有没有兴趣啊？有有有有有有。那好，先看看货，先看看货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哎，高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就这么说了，我是看你好的，我有兴趣。好好好好。高老板啊，我本身是经营陶瓷的，我想看看货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我对刚才的胸衣很感兴趣，可不可以看一看呢？女人胸衣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多谢支持啦，三位老板。如果你们想订货的话呢，就等双儿姑娘登记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啊，我们一定会逐一拜访。多谢支持，多谢支持啊！我先走了，请请请请。赶忙赶忙走。哎，谢谢啊！那我们走吧。双儿姑娘，我要香水啊，香要香水啊，多少箱啊？一箱。多谢帮衬，多少啊？一箱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我要那一两箱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想看看瓷碗。好，一定送到。哎呀，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阿金哥，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拍卖会相当的顺利，我买到了大部分的货回来了。太好了，那就好，总算没有让你为难啊。哎，你们五位哪里来的？那些毛茸茸的衣服到哪里去了？都不认识你们了。今天早上龙姑娘派人送来的。哎，看来龙姑娘对你们还真好啊。对了，我外面约了个客人谈生意，现在我要出去一下。如果尤思雅姑娘来了，你们先帮我招呼一下，行不行啊？尤姑娘，没问题，有万丽在就行了。对。哎，阿金哥，请问一下，双儿姑娘？双儿啊，现在在拍卖会那里替我登记客户名单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谢谢。哎，你又在想你那个宝贝双儿姑娘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说呀，没有没有啊，说呀，说吧，说吧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尤姑娘，尤姑娘，尤姑娘，高大哥，尤姑娘，高大哥不在，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啊？不用了，我是来找高大哥的。高大哥他约了客人谈生意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他让我们先招呼你一下，你先坐一下嘛。不用你招呼，哼。哎，尤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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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刚刚安金哥交代我们要招呼他的，就是是啊，他走了，我们怎么招呼他呀？哎，我们去追，去追他呀！对对对，去追呀！走啊走啊走啊走，快走走。
现在很危险，大家小心。哎，你不是跟他有仇吗？他又那么刁蛮，干嘛那么紧张去救他呀？您都不想救他吗？这尤姑娘总算是直接或间接帮助过我们。是啊是啊，就算素未谋面，我们应该去救他。对啊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好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那些认真的诺言开始有了不同的脸，我害怕这种陌生的感觉。虽然这世界总有现实的一面，但难道没有真心可以不变？我站在风风雨中始终简简单单过过，是因为从来我要的不多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烦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